同学们上课了，今天我们学一学识字一，我的小天地。同学们准备好了吗？楚，书橱。例句：我的书橱里有许多故事书。桌，书桌。例句：爸爸买了一张新的书桌。椅，椅子。例句：弟弟坐在椅子上听奶奶讲故事。台，台灯。例句：书桌上有一盏小台灯。铺，铺满。例句：妈妈送我一个小猪形状的铺满。桶，笔筒。例句：老师的书桌上放了一个笔筒。茶，茶字典。例句：姐姐教我查字典。集，集邮。例句：爸爸的爱好是集邮。画，画画。例句：姐姐在书房里画画。做，做手工。例句：老师用心地教同学们做手工。学海无涯，唯琴是岸。同学们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比喻学问就像海洋一样浩瀚无穷，唯有勤奋不懈方能有所成就。想要提高自己的能力，就只有依靠勤奋，越勤奋获得的回报就越多。今天的课就上到这，谢谢。